去炫耀一下。炫耀。阿志，看你们的鱼好凶哦。啊。哈哈哈。你们都要掰弯了。好啦，我们终于抵达皇冠潜水养殖了，然后准备下东西。原六一有几段在维护中，所以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好几次，拍了这么久。好，准备钓鱼啦！大家好，我是皮，那今天来到皇冠海钓场喂鱼，因为我收到消息说大台中海钓联盟在这边有办一个预钓活动，是12月5号星期四，然后7点开始。它的方式呢是收费招算，有一节的费用是1500，然后当天除了原本放的鱼以外呢，会加码800斤的鱼下去。那我们钓起来的钓友呢，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把鱼捐出去，就是你可以全捐，也可以抓个几只回家够吃，然后剩下捐出去都可以，完全是自由的选择。那他们会把那些鱼货呢送到云林总六的一心育幼院给那些孩童去使用，啊，希望大家可以发挥爱心。多多支持的公益活动，拜拜。OK， 请森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场地。就它的水深大概多深？这边哦，这边大概它是最深，它是14尺左右。14尺，1尺30公分嘛，14尺就是3米加。它4米半。4米半。它4米半。所以它的地形是高。中间是4米半。中间4米半，中间比较深，那边比较。边边当然下面会下去会比较浅啊。所以边比较浅，中间比较深。啊，里面有放几是什么鱼种？龙胆。龙胆多大只啊？龙胆不要说80几公分，我杆子已经断。60-70的。60-70。啊，龙胆。龙胆还有龙虎。龙虎。啊，最近有放龙胆，它5斤以上的。5斤以上的龙胆。龙虎。龙虎。龙虎斑。5斤以上的龙虎。啊，好。红鱼啊，斑头。斑头。啊，红沙。红沙。啊。很多了。对，里面至少6-7种鱼就对了。我看有看你们影片，平均都大概2斤上下嘛，至少有1斤以上。对对，龙胆、那龙虎斑、土斑都1斤以上。龙虎斑，好哦，最小的都有1斤以上。好，那我们赶快来钓钓看。啊，红山也都是有1斤以上。好，感谢森哥。帅中鱼，小帅中鱼。好像不小只啊，黑格。哎，可以耶，我要起来啊，起来就好。好。这是传说中的红虫被咬了吗？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我要再帮你勾一只喽。钩子，看到吗？又歪了。
为什么我的钩子又掰歪了？阿志，看你们的鱼好凶哦！啊，哈哈，你们都要掰弯了，超屌！反头，哎，红沙红沙好喝。它的大大招牌，那前面还有一个二头活海鲜餐厅的招牌，所以其实很好认。那大家有机会可以过来玩。